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这是一家专注于个人身体健康护理的独立站，目前只卖两款产品 DS 个人健康护理类的产品，大家可以多多挖掘。在速卖通上面有着非常多的这类产品，基本上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都有，大部分的产品成本都非常的低。产品一，腰部护理器。首先产品页面优化得非常的好，简短描述这里突出重点的简短写了下产品的几个优点，接着下面用图文的方式的具体的写了，最后还详细的说了这款产品的几个优点，接着列举了一些常见问题并加以回答，在最后添加了一个30天退款保证的显眼的保障，这都是非常有利于转化的。最下面就是产品的评价，产品评价十分重要，建议直接在 Shopify 后台 APP 中心选择付费的 APP AlertView 或者 Lux， 这两款的效果都非常好，可以直接采集速卖通带图片的好评。 DS 现在很多的产品页面为了更好吸引顾客都会插入视频或者 GIF 图片，那么这是怎么实现的呢？二，插入 GIF 图片，接着去 Factbook 广告资料库里面查询下，可以看到正在运行的广告有20条，全部试跑这款产品的，明显可以知道这款产品是有利可图的。如果你用一些 Spy 工具去分析的话，可以看到跑了几十个国家，十分的惊人。有关 Facebook 广告如何去测试，这里不多详细的说，因为也说不完。我们接着来看下这款产品是不是在速卖通上面也有，价格是多少。找到了这家销量最好的，个人感觉应该都是 Dropshipper 带过去订单，销价加运费大概是45美元左右，独立站上面是卖120美元，减去成本毛利润是75美元左右，很 nice。 产品二，颈椎按摩仪，这款产品目前售价是449美元，速卖通的产品售价874美元，运费是0.84美元。这款产品目前这家店铺是没有主推的，当然独立站上面的产品页面优化的也非常的给力，大家可以去参考下。总结我们看到，跑单款产品首先要产品利润足够高，其次自己要有整个网站产品页面的优化能力，最后才是跑广告的能力，三者缺一不可。